老板，干啥呢？这推车嘞，干活干不动了，歇一会儿。这是找个啥呀？铺上头了？你小时候的吧？嗯，那的，我小时候我妈给我买的，打竹子凉席，躺着推凉走，不是有点硬，这个东西还扎刺。现在呀，没人用这个了，赶紧试试咱们家这个。这啥呀？乳胶软凉席。哎呀哥，快铺上看看。哎，我试试。来。我铺上试试，我看看我感觉啥样。哎呀，好起来！昨儿个咱们家这儿附近的网红蹲门上训练硬气，都拿着一个这个灰色小月亮帽的。哎呀，摸着真暖和啊，这天。用好东西去吧，凉而不冰、舒适透气的乳胶软凉席啊。我赶上是多大尺寸呢？哎呀，最大有3米6的呢，叫小灰色月亮帽。暖和，这个东西能洗呗？必须能洗啊，直接洗衣机洗着中了。哎呀，那我赶紧给我这个柱子拿下去，退硬这个替暖和，跑窗户哎，妈呀，不跑，还不跑窗，真烦话呀，这人。好起来啊，哗哗的。不管家有小孩子的，上岁数的都能使啊，开空调开不了的都能使。哎，这个小伞儿我退稀罕。退稀罕的话，直接点击左下角链接啊。咱们最大3米6的，3米3、3米、2米6，还有2米、2米2、1米8、2米，还有单人床的90公分长2米的啊，全部尺寸全部都有。哎呀，还带绷带的呢，这玩意儿。嗯呐。好啊，还有防滑点儿。窗角上可以绑的，长到那个它那米灰摊面的窗帘上都可以绑上。我说他是人们防滑不懂他。中磊，我在门口铺着这个嘞，我还退稀罕呢。